成千上万的那个观众这样子，来示范一下围城怎么用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应该是很简单的了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哦，切不开来哦。哦，最漂亮的山西，今天你们有运气可以看到，真的，今天精华就这一段了。这个百姓成功，目前成功的次数大概就是，好像是第一次。哦，最漂亮的山西，运气要非常好才遇得到。今天这个还有我们33800位的观众，你们是第一次看到的，应该是因为以前都切不出来。哦，这是顶尖山西的刷法，好不好？可遇不可求哦。对，可遇不可求，真的可遇不可求。顶尖山西，我刚看了一下，还以为是切不出来的。哦，顶，这个是绝顶的哦，看到没有？我试试看吧。哦啦哦啦哦啦，太久了。K， 哦，好不好？我把它取名叫顶尖山西啊，比山西更强了，好不好？超帅三级了，因为这个很难遇到，因为你珠子多了一颗少一颗都切不出来，知道吗？